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我是干跑爹。刚刚在这家吃完，然后点了两份东西，然后一份是柿子舒芙蕾，然后还有一个新三文鱼的可颂。味道呢，这两款我觉得都非常不错，尤其那柿子给我很大的惊喜，非常小，看起来像一个西红柿一样，但吃起来就是柿子的口感，然后也比较甜，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舒芙蕾非常的绵密，加上那个酱料，好吃。之后那可颂也不错，那也挺好的。相对来说，这个咖啡又没喝出来很大的惊喜。 再有一个小缺点就是，我们不是点了一份甜品，相当于一甜一咸嘛，两种口感的东西，但它只配了一副刀叉，它应该相对应该配两副刀叉才对，一个是吃甜的，一个吃咸的，不然这个混着用，影响你这个口感。还有就是一楼的这个装修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挺有感觉的，适合拍照。然后它有个二楼像那个平台一样，这个平台，它有两处平台，这是最高处的平台，下边那边还有一处。 但我觉得二楼的布置就没有太多的亮点了，这个现在有些刺眼。后边是鼓楼，这样鼓楼，这就是一个大空场，看了吧？今天探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是钢炮爹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谢谢。See ya。